姐姐，你终于不再对我毫无企图了。姐姐，你终于不再对我毫无企图了。我想赢你就让我赢，你把这当什么了？表演赛。
你回来了。抱歉，我没听到开门的声音。这家俱乐部是我以个人名义投资的，不过这是他去年的经营报告，姐姐，你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这是初代模拟的数据，你再看看。当然会，姐姐很厉害嘛，一眼就发现了异常。一般来讲，搏击俱乐部的经营状况受热门赛季影响明显，初代模拟的数据也包含了这部分因素。像去年年底，一个搏击老将时隔6年重新夺冠，带起了一阵怀旧潮。几乎所有大型俱乐部都出现了营收波峰，唯独这家俱乐部没有。怎么了？哦，被你看出来了。其实这家俱乐部的老板是我以前在翡冷翠上学时的搏击教练，他叫安德雷。大约2年前，他告诉我想自己开一家搏击俱乐部，问我有没有兴趣投资。当年他开口的时候，我还挺高兴的。我喜欢自由搏击，能够在离开后继续做一个幕后的参与者，本来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而且安德雷是个非常出色的教练，我相信他能帮很多人站上更高的赛场，去追逐冠军。我以为他和我是同样的想法，所以从来没有干涉过俱乐部的经营。直到最近，我心血来潮看了他给我发的经营报告。你是说去翡冷翠？如果有问题呢？好，那我让温晨安排行程。Marius， 好久不见。真是想念你。你看起来变化不小嘛。没办法，生活压力大嘛。倒是教练看起来一点没变。哦，这位一定就是 Marius 的未婚妻吧。你们是来度假的？是吗 ？Marius 确实很有天分。哦，对了，你一
定还没看过 Marius 在赛场上的样子吧？我还留着他以前的照片，要不要来看看？我记得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打比赛时的照片。虽然很想听你夸我，但还是要如实解释下，那只是个很小的比赛。别那么谦虚，虽然只是俱乐部内部的比赛，但你第一次参加就拿到了冠军，很了不起。安德雷，没想到你还留着这些照片。当然，这些都是珍贵的回忆，我会一直保存着。哦，还有这张，还记得吗？我们跟林氏俱乐部的比赛，那天突然停电了。怎么不走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看到别人打比赛，有些怀念在赛场上的感觉。哎，教练，趁此机会，能不能帮我也约一场比赛啊？当然可以，但你太久没训练了，可能适应不了这种强度啊。哦，下周有个友谊赛，是专门为业余爱好者准备的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友谊赛，好啊，我参加。那块牌子上的赛事信息写错了，上面写着男子重量级比赛，但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明显不是。确实存在这种可能，但晚上我们再来看场比赛吧。我刚刚特意看了下，今晚俱乐部有两场比赛，我们避开安德雷，以普通观众的身份来观赛。今天刚下飞机就去俱乐部，累坏了吧？要不要先回酒店休息一下？这次订的是整个翡冷翠风景最好的套房，休息够了也可以在露台上看风景。看到那个白色的建筑了吗？那是乔托钟楼，翡冷翠最出名的景点。
你感兴趣的话，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哦，是哪部分？最开始嘛，是为了画画。那时候教授布置的作业是乔伊露丝，啊，这个古希腊奥林匹克冠军可让我头疼死了。教授说要抓住那一瞬间的爆发力，既要表现他所求胜利的欲望，同时还要兼具古典的美感。就是说嘛，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相似画作和雕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无法给我带来灵感。没错，乔伊鲁斯是混斗冠军，混斗也算是自由搏击的雏形，所以我就去学了。是啊，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。现在想想，可能是因为在我眼里，很多运动都是有形的运动，固有一套规则和标准。自由搏击更接近无形，它就是我，每一个动作都是我的呼吸、躯体和意志的延伸。当然，也有安德雷的功劳，他是个非常好的教练，让我在最短时间内领略了自由搏击的魅力。有一段时间，搏击场是我除了画室外去的最多的地方。倒是回国后，要忙着公司的事，又要忙着上课，很少有时间打了。要是真的去参加友谊赛，还要提前练两天呢，不然上场是会丢人的。好啊，你要陪我到最后。你看那边的观众状态好像有点怪。我想过去看看。输光了。我全输光了。Maros， 律师小姐。这位客人好像喝醉了，没吓到你们吧？快把他请走，不要打扰到其他观众。你们想看今晚的比赛，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？我会给你们留最好的位置。也不只是想看比赛，白天就跟教练说过我想打比赛。你也知道我的脾气，要不要陪我打一场？
好啊，我也想看看你离开翡冷翠后有没有进步。怎么对我这么没信心？不相信我能赢吗？虽然我回威名师后就没怎么训练，但过去的积累还在，没那么容易受伤。而且我也不是冲动行事。约安德雷打比赛是因为我们熟悉对方在搏击时的状态，赛场更能帮我看清他。但这个最直接，而且除了这点，我还有个更重要的理由。想让你看到我在赛场上的样子。之前在俱乐部看我搏击时的照片，你不是很喜欢吗？这次特别放松，现场版。为什么不尽全力跟我打？觉得我会输？你想赢就让你赢，有什么不好？我想赢你就让我赢，你把这当什么了？表演赛？难道不是吗？Marius， 你带你的未婚妻来这里，不想让她看到你赢的瞬间？哼，我说中了对吧？是我带你走上了搏击场 ，Marius， 我了解你，你享受赛场，你热衷追逐胜利。听听这些掌声欢呼，你其实很需要这些，不是吗？安德雷，你并不了解我，我从来不需要这样虚伪的胜利。我想要的是无需妥协权衡，不由别人批判或授予，完全由我取得的胜利。认真点，我会凭你曾经教我的真本事击倒你。
可惜是带着遗憾的胜利。Marius， 你今天打得很漂亮，看来未婚妻的加持很有用啊。刚才在场上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，要不要聊聊？我们可以回原来的俱乐部坐坐，那个场馆还没拆。没必要了吧。好吧，那最起码去看看胜利烟花。我记得你以前每次赢了比赛，最期待的就是烟花。今天你也赢了，就按照俱乐部以前的传统，为你庆祝胜利吧。庆祝我的胜利？好啊，那就再去看一次教练特意为我准备的烟花吧。是啊，但至少确定了一点，我之前的预感没错，安德雷变了，他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热爱自由搏击的教练了，他变成了一个商人。他给我的经营报告背后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阴谋。接下去我会让专业人士对俱乐部进行全面的调查。我之所以要亲自来，是因为还对安德雷、对搏击俱乐部有滤镜。现在嘛，虽然过程会慢一点，但公事公办应该是最稳妥的办法。现在几点了？这么晚了，俱乐部的营业时间都快结束了，这些车开了做什么？除非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空间，能容纳这些客人。我通知过翡冷翠警方了，他们大约15分钟后到。温晨那边也会一起来协助我们。还记得我们撞见的那个醉鬼吗？他说他输光了，所以我猜下面很可能是个赌场。
他们没发现我们，也听不到我们说话的。有人进也有人出，可能安德雷有所警觉，通知客人先离开吧。恐怕来不及等支援了，我想先进去看看。安德雷第一步是遣散客人，接下来就是销毁证据。像这样的秘密赌局，如果不能人赃并获，很难给他定罪。我可没说要独自行动，这次我们要里应外合。我先进去看看情况，姐姐，你留在外面，等警方的人过来。这次行动，你来做指挥。我下来了。跟地上的布局一模一样，只不过上面是搏击场，下面是以比赛做噱头的赌场。全比赛还没完全结束，我录了一段视频。起来，继续打呀！你不能输，打到死为止。哦，那个写错了的赛事公告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它实际上是一种暗号，对应地下赌场里的比赛。安德雷还真是服务周到啊。我知道，安德雷发现我了，封锁了出入口，正在找我。安德雷，拿枪对着你的投资人，不太礼貌吧？还是说，在我打赢你的地方，你想要赢回来？
小姐，现在下面情况不明，您跟我们一起去太危险了。可是好吧，我们行动。我相信你。我都说了相信你了，你还这么激动。你说完了吗？你说完了，我倒是有一个问题。过几天真会开友谊赛？哎呀，连这个也是骗我的呀。别怕，你已经把我带出来了。我说姐姐看什么看得这么入迷，原来是在看我呀。这是我跟安德雷的第一张合照，好像是我第一次正式在赛场上打赢了他，徒弟出师，他比我还兴奋。仔细想想，我们一进俱乐部就看到的合照墙，可能是安德雷故意摆出来的，想让我念旧罢了。我才懒得去见他。想也知道他要说什么。Marius， 你太天真了。你根本就不信任我。可笑，你不也跟我一样是个黑心的商人吗？他还有什么话，对着警察说就够了。现在可是我们宝贵的度假时间，不能浪费在他身上。在想什么？
你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？看你的眼睛里写着你在担心我，是不是担心我被安德雷背叛后会对友情失望，对人性失望，变得冰冷麻木，喜怒无常？我知道，我好像要开始吃醋了。姐姐要是再对照片上的这个家伙这么关注，我就要开始吃醋了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我，不是比照片里的有吸引力吗？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下午我还要去训练，姐姐能不能像前几天那样帮我做拉伸？好疼啊！姐姐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一点没碰到，是我故意的。要，不用担心我。发现安德雷在骗我后，我第一时间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强迫自己直面这种结果，确认事实，预估风险，消除隐患，整个过程我都处理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我已经很熟练了。抱歉，我好像推不倒这座堡垒。不是小孩子在赌气，说什么从此不再信任任何人之类的胡话，而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一遍遍告诉自己，唯有这样才安全。风暴来临时，祈求没有用，愤怒也没有用，紧闭的堡垒会保护你。但是你带我走出来了。安德雷辜负了我的信任，但选择交付信任的陆景和并没有错。当然了，伯姬本身更没有错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翡冷翠学习伯姬的经历，依然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只不过我现在喜欢他的理由又多了一个。
是你借引我从过去抵达此刻。何其有幸，我的过去也能被你珍视着，深爱着。姐姐，出差辛苦了，我算着这个时间你大概在等值机，就给你打慰问电话。怎么样，这段时间忙坏了吧？等回来得好好休息一下。我刚刚跑完步。是啊，早点结束好回去等你。当然了，我们的相处时间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。对了，要不在咱们家一楼规划个健身区吧，反正楼下还有很大空间，当时没想好用来干什么，现在派上用场了。嗯，越想越觉得可行，这样以后我就不用特意去外面锻炼了。怎么规划？可以先参考一下专业的健身房啊，起码要有无氧区、有氧区，哦，还有最最重要的热身区。毕竟之前的热身过程是很重要的，姐姐锻炼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帮你拉伸哦。哎，我突然又想到一个，楼下的浴室也应该跟着改建下，锻炼完之后还能泡个澡。要是咱俩一起锻炼，要不就考虑。好，我不逗你了。说点认真的，你有什么想调整的地方吗？比起单纯的改造，我更享受跟你一起构思设计的过程。我想让家里的每一点变化都注入我们共同的想法。啊？你要当面告诉我？哦，这么神秘。好，那我等着，等你回家后一起做设计图，待会儿见喽。